你别动啊！嘿，师傅，你个打俩蜜蜂！师傅问你件事儿啊，那个，这个是刘奎，这个是龙占海，他们两个哪个好啊？师傅，我觉得我最好。哎呀，行，拿着，接着练。行啊，铁头。师姐，狗娃，跟着你铁头哥哥学着点。咋样，服不服？不服，瞧我的，瞧你的，你拿一块，注意运气啊！呀，嗨！吹嘘吹漏了吧？我以前劈过土坷了，土坷了。你咋不说你劈过豆腐呢？你有本事，你接着劈呀、啊！你接着劈！不服、啊，看好了。啊呀，厉害吧，告诉你，咱华勇班从关外到南阳，走遍江湖无敌手。二爷姐说了，华勇班闯关东的时候还没你呢。那我也算是华勇班的正宗弟子，对不对，大师兄？是。铁头，我告诉你啊，龙大哥，龙大哥都练着呢。大哥呀，龙大哥你来了。龙大哥，你过来干啥呀？人家练着功的，我不能看，这是规矩，知道吗？啥呀，都啥时候了还讲这规矩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他哪朝哪代他也是规矩，到啥时候都不能改。对，不能改。龙大哥，我得走呀。铁头他说他劈砖比你强。什么？哎，狗娃，大哥，我没说，我啥时候说过比龙大哥强了？那华勇班走遍江湖无敌手是不是你说的？那是大师兄让我说的。铁头，说这话呀，那得硬气，得响当当的，知道吗？咱华勇班啊，那就是天下第一。不是刘奎啊，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。前两次华勇班过五招是赢了，不过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这次要不是小鬼子，指不定是我们在国际园撂地儿呢。切！龙占海，你说这话我还不爱听呢。要是不服气，这样，咱比划比划。行啊，比什么？你说。哎，大师兄。硬功软活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点儿。刘奎啊，我输了啊。不过咏春班比我厉害的多的是，你可别得意啊。你也甭这么说啊。你这个了不得算一失手，可是你用两把刀，我用一把刀，我心里有数。这样，咱俩这一回合呀，算一平手啊！俺也想打枪，打枪真好玩。真的，我也想打枪。哎，你看那姿势多帅呀！对呀。哎，狗娃，有了。哎，你们俩跟那嘀咕什么呢？赶紧开始打枪。
鼓捣鼓捣，哎呀，哎我们你抢吧，等会儿给你，给我摸摸，你抢，哎，我抢，走看看去，铁头狗娃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不是我的枪吗？你们两个，双亮，侯队长，双亮，怎么回事？他们俩偷了我的枪。曹双亮，到，带着铁头跟狗娃，跟我走。是。你们俩犯错，凭什么罚我？队长说了，你是大人，犯了错就得挨罚。对，我们不也是陪着你挨罚吗？我算怕了你们了，从今往后离我远点。还有大耳朵，哼，我们还怕了你了呢。对，每回你都凶巴巴的，就像我们欠你钱一样。就是，我那是为了你们好。别不识好歹了！哎，大耳朵！大耳朵！大耳朵！你打大耳朵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刮我大耳朵！曹双亮！属狗呢你！你干什么呀你？啊！你怎么连个孩子都欺负啊你？起来。师傅，没事吧？还咬我，你没看见吗？他咬你，你不惹他，他咬你，他咋不咬我呢？对呀，他怎么咬我呀？你们简直一帮乌合之众，就该去跑江湖！你说啥你？你说啥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乌什么众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是八路军，跑什么江湖？八路军，你这个副队长是这么说话的吗？对呀，你这副队长怎么当的？怎么了？打不了我不干了？你爱干不干？你吓唬谁呀你？哎，真是的！你想怎么着？你想怎么着？你吓唬谁呀你？啊！别吵了！怎么回事？队长，这个副队长我不干了！胡闹！这里你想干就干，想不干就不干的吗？亏你还是个老战士！风姑姐，铁头跑了！铁头呢？啊，不知道啊！还像个八路军战士吧？小硕。铁头不见了，这孩子倔得很，万一出点啥事咋办呀？咱们去找找他。那赶紧去找孩子吧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！什么玩意儿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找孩子？快走！哦。铁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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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铁头啊，是个好孩子，狼是不吃好孩子的啊。我再也不跟铁头打架了。乖，乖娃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儿个就再缝裤脚罩睡啊，等到明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兴许铁头就出现在你眼前了啊！真的？嗯，来，睡吧啊。把鞋脱了。啊！咋的了？里面有人。有人。铁头。师姐。哎呀，铁头。 回来了啊！回来了啊！我爷爷死了，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我不想离开你们。行了行了，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可是你记住了，以后不许撒谎了，听见没？你知道大家伙找你多辛苦吗？多着急吗？我不了啊，曹商亮。 也认错了，也去找你去了啊！哎呦，你看这啥呀？这都哭成这样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那要么这样，那个，要不凤姑姐给你们唱个儿歌好不好？好。